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奔跑者的木鸭小铃铛。嘿、hey, 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星期的《我的世界最后两个人》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呐、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，咱们是来到这一片那个什么金合欢的神秘小木屋，在里面获得了那个 AK 的一些加强的配件。嗯，你看我手中这些 AK， 这涂装的确实挺帅的，对吧？走吧，咱们这期的话，那个就继续探索这一片金合欢吧。好的。先想办法突围出去。你先把那个等一下，你急什么？好闲，真的是。把那个把贸易站放出来。啊，怎么会是这个人？他隐身了。他在哪？把贸易站放出来。好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买，多买一些 AK 的子弹。取点钱出来，最后一个绷带了。我的天，我一下买了这么多。好 ，OK， 回收吧。子弹怎么买啊，哥哥？他那里有啊。哦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也买一点。你自己看对应的那个弹夹。要200块钱。哦，我要买点碎片手雷什么的。你买呗，钱够不够？不够，我这边有。我看一下，碎片手雷没了，没钱了，给。要100块的。我这里有8个，给。等一下，我兑换一下。好，买了3个。先给它存起来吧。走吧。嗯。我准备开门了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收了。好了。捡起来吗？我怎么背包突然满了？捡了这个东西。走。嗯。你先别急，先别急。嗯，好。他怎么不过来？知道啊，要不然我直接冲出来吧，快走！昨天晚上是雪夜。嗯。我这怎么冒着蓝光？我的天哪！复活者！我打不到他。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过来扶我！啊，他死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旁边这个给清理掉。还是接受命运吧，等你来救。哎，前面有奖励箱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分解一下。猛毒僵尸。这些暂时用不上。哦，对，他们评论跟咱们说那个，咱们铁定一定要留着，可以做一个那个无敌的东西。我有。他们说四个铁定就可以做那个什么带电的栅栏。嗯。他们说那个什么带电栅栏，只要僵尸一碰的话，就那个就狗了。是不是我之前撞到那个栅栏？好像是。嗯嗯，怪尴尬的。我们到时候应该回收了的。药物铁锭，哎，铁锭拿走。这个洗一下，这个布有用处。屠夫刀电池我也拿着吧。罐头食品，薯条，
没有东西了。走，幽灵丧尸。先洗这些吧。这有个小木屋。哎，又有铁钉。把神仙做成绷带。哥，你需要绷带吗？我不要。好像这片区域的水碰了之后没问题。那就行，应该还是那个沙子的问题。这里有一件。嗯，这建筑咱们之前没有见到过。进去看看。沙漠果酱。怎么了？过来扶我一下，我刚碰到什么了？又是那个东西，你不能在这边待着，就还是要。你没重生吧？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而且我稍微挪远了一点点。快点 TP 我，我这边应该是安全的。等一下，我吃个药丸。OK 了，我可以去开箱子了。被焚烧过的泥土，这个东西不能碰。快进房子里面去！我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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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救我了，你走吧。这些焚烧过的泥土都不能碰。嗯。好多。我看一下我身上还有没有辐射药丸。你别给我浪费。啊，还有一颗。你自己用。我这里还可以一分多钟。哇，好多铁块。好多铁块，你待在这个角落，别乱动。我没动。哎，就这个过滤防毒面具好像也是可以的。有方块吗？垫一下。我把给我把方块给我。我没有方块。喝。稿子呢？我正在流血，为什么在流血？这下面是岩浆啊。似乎是个矿坑。走，挖点方块啊！我没有稿子，但我可以做。哎，我没有那个合身材。蓝胖子已经没了。那可不。精神药丸，薯条。哎，我爱吃的薯条，我要一个，要一个。不要了。哎，我要玩呢，什么东西打我？又来一个，我先垫上去，把这铁块收了。烦死了，这个火把。先把这些放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去挖点东西。哎，哎，走开！你不要踢我。我为什么我跳起来垫不了方块？不知道哎。我挖你好端端的，我怎么又在流血啊？这有毒吧？方块也垫不了。什么东西打我？应该是有什么隐身的东西。刚用了个绷带，又流血了。能不能帮我看着周围？我看着呢，我看着呢。我没有绷带了。我有绷带给你。我看着周围呢，但我没看到过。
小怪呢？你捡到了吗？没有啊，啊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哎，这里有个怪。你来挖，你来挖，你来挖，我不放心不下你，你来挖。好。给你稿子。我有稿子了，我刚回去做了一把。不能把背后交给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人，还想让他保护你。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保护你。下去杀掉了。哎呦你好浪费啊。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铁呀，我们可以买了那个枪，然后把弹夹用完了之后分解成铁嘛，枪的那个弹夹。你有这么多钱吗？有啊，家里有很多钱啊。又掉下去一个对吧？没有啊，在身上。你先把这个挖了好吗？还好今天晚上不是血液。咱们要不要回去睡一觉？我估计我这迟缓的效果就是没睡觉搞的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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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方块了，跳过去，往上爬。好黑啊！我火板呢？在我这儿。你过来擦火吧。好，最后一个铁就不要了，反正挖了也掉岩浆。给你，我有两组火把。就个箱子。往上挖，往上挖，咱们去房顶。下面太多那个什么被焚烧过的那个什么东西了，副手不要拿火把。嗯，递不了方块。我这铁块不能分解的。那不是白挖了。先上去再说。上面有什么？哎，这有个箱子，有个箱子。哎，这边好多的铁块啊！但是铁块不能分解啊。对啊。确实不能分解。但是它可以做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。引擎没什么用啊，比如说铁质钻头可以挖矿，高炉阻止强化，喝。你现在有合成台吗？也先把它挖了呀。啊，铁块，哎，好。你在梦游呢这一期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在梦游，我在看合成台呀、啊。你不是问我有没有合成台吗？那我没有的话，我要看一下我有没有吗？好了，终于天亮了。是的。来看一下，是不是这样放的？哎，带刺的铁丝网片，然后再这样。哦，没错。铁丝网片应该是这个东西吧。我出去找个，给我把铁镐给地上。我出去找，走上去试一下。刚好前面有一只。这铁丝网片咱们之前不是见到过吗？
家伙怎么搁着不动啊？你过来啊！被什么东西缠住了？我真的？怎样给它变成带电的？不知道哎，红石。先把它回收了，收一下。带电，哦，咱们可以再做这个东西。嗯。带电的铁栅栏。可以。你身上有木板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就砍。试下那个东西。哇，天亮了。房子里面是安全的。丛林边缘，哎，有个金苹果。哎呦，差一点狗了，给你木板。还有个星之水晶，一个够吗？你觉得吗？我就半天，我就挖到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再过去一趟。我刚差点狗了，你现在都不稀疼我说我狗了。我心疼你干嘛？给你合成台，拿着，别弄丢了，我再去挖。抗饥饿药丸，可以吃一个试下。我真的要睡一觉，否则真的老是缓慢。脑子里面滋滋滋滋的响。抗饥饿药我应该是给那个什么饱和效果吧。这里有水吗？你能不能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？我刚不是关了吗？我以为我关了耶。我睡一觉要，哎，好吧，睡不了。有个屁用，这抗饥饿药丸。骗子啊。你掉血估计是没有睡觉的问题吧。合成台先放出来。不是给你了吗？你猜我捡没捡到？那也不在我身上啊，你自己合成一下呗，不是有木板吗？有点过分啦。嗯，他居然需要那个，哦哦，项目木棍，我再去搞点木板，很需要大量的需要。给我铁，给我铁，铁块还是铁？铁。这一个，嗯，完再给你变一个，来给你两个，这边要堵住，那你就堵呗。足够的方块，刚好放过来试一下。哇，伤害好高！完了！我来救你！不要理他！被电死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碰到那个铁带电的栅栏了，还是要做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伤害无法破坏。干，嗯，白做了一个呗。我炸了你！没用。
我又感染丧尸病毒。你咋了？拜托我在那个的时候你能不能像我一样保护我啊，到处都是洞，我得找这个洞给它关上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吧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